嗨嗨，对啊，撞到人啊！现在遇到技术上问题，还是他这个预设大厅有问题？哎、欸，好硬哦！好硬哦！没有那么容易撞出去哎、欸啊。我觉得等一下正式啊，音乐打我打到是蛮痛的。我是拉到底，我是拉到底。那我把重力拉小。不是，为什么撞其他人都好硬哦？啊，神奇哦，有个延迟感觉，对啊，有一点有点硬的感觉。是因为我调日本跟调亚洲好像都会，其实都一样啊，对，两个都差，就没办法。啊，已经飞走了，他是改版之后变烂了，不知道，没有啊，有可能是大屏，就是有的人是顺的，有些人是卡的，不知道进去游戏是怎样。我目前就只是站不到、撞不到人而已，但其他都正常。撞下去，撞下去撞不到没什么感觉，反心好硬。而且你们也撞不到我，超好笑。我问一下，为什么我连不进去啊？哇，又来！我刚刚整个游戏重开后就可以了。对啊，哦，对，我要调伺服器，白痴。如果重开不行的话，Steam也重开看看。对，日本对不对？日本。嗨，你好，嗨，完全撞不了钱。退货应该来得及吧？对啊，我们都买多久了？这个没有、啊欸，你知道我们上、哦、我们就是在聊说要玩这款，然后就我们发现上一次玩是两年前的事情了，超久，有这么久了？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就都没更新啊，就沒有他其实工作已经快整两年了。我昨天跟小雨挑工作房，全部都在看，哎、欸，2010以后的，对，在看就是这绝对没玩过。2020年的那个四月以后，对啊，好久。对耶，超级无敌久，这是在搞我啊！撞不动哎，为什么？小雨确定是十个人吗？我算是11个啊。没有，我说你确定这个游戏吗？因为这个游戏可以12个啊，确定吗？哦，对，加12个人，我加18。可我看左上角的设定是那个是会集，就是集，它是就是目前现在的人数，对，它是现在的人数。对，因为我开局有开12个，嗯，好。线上，我的线上为什么一直发生网络连线失败啊？发生什么事？刚刚也是，我就整个 Steam 重开，你 Steam 直接重开过了。我觉得它的发射的那个金属音变得好奇怪，又有变啊，跟这有变啊，你拉到底是不是？没有，就是只就着原本是就弹出去没有什么声音的，它现在有那种水滴的那种金属声，我只有跟以前不太一样，我就抖一下、欸。记得我们上一次玩的高尔夫好像是另外一款，嗯，有一个 Around 高尔夫什么 Around 的吗？那个，嗯，对啊，上一次玩那一款吧，是不是有一款那个叫什麼另外一款、啊，有一款那个好像只开过一次而已，对对对，他只开过一次，因为玩因为我们玩了一次就解决了，对，高尔夫 Around 的，他没有是都玩完了，对啊，可是他那一款应该是。Yeah.比这个我们就是比较去年啊、嗯、然后这个是前年开的日期。另一款是2021的1月27号、欸。对，然后这一款是、嗯、这款应该是2020开的。对，浏览好硬哦、喔。他自己没戴帽子啊。啊，对，你要出去戴个帽子。可以戴一个绿色的，我真的是戴一个绿色的。天资就是不一样，每个人我都撞不到。哦，我有了，耶、yeah ，有了，有可能是 Steam 的问题哦。对啊，感觉刚 Steam 可能还要突然又更新，怪怪。热色 Steam， 对，耶，他网页好硬哦。那你可以不要用它。那我们这一堆游戏不能玩了。你可以用 EPIC， 大把抱歉。Steam 爸爸，对不起。Left mouse button， 来、欸、已经八点多了，对，好可爱哦、喔。爱是川流，撞不到人呢、欸。没事，没有。有些人撞不到，像我就是幽灵啊。有些撞不到，我就是幽灵啊，你们撞我比较正常。团团哎，团超硬！哎，是哎，我撞到杰瑞，团团超硬的。欸、我是撞得到团团，但是他不动于衷。哎、欸，有了动了，他动了。我撞到什么？我刚凭空、哦、可以了，可以了。撞到一个虚空是不是？没有，我跟你讲，
没有，跟你讲撞不到的哈，你要等到一定的时间，你就会，你的灵体还没有实体化，你要等。哦，你是说你还没产生的？我撞小雨会有延迟。你还没睡醒？对，醒了之后就可以撞了。对，我现在可以撞人了，爽啦！醒了之后就可以撞佛、啊、我不知道啊，就时硬时软啊，对啊。要看时候这样。要看时候啊，可能醒了会跳。早上的时候吗？啊哦，那我要帮你们这样。哎呦！小雨的新东西，好用，笑死！我帮你们消音，好不好？好想用。啊，有了，进了。哎呦，好像没有，可以走。我飞出去了。好 ，OK， 大家都进来了哈。好，十个人，十个，对，原本还有一个出席。我是 BOB 王。宝宝，好啊，我们今天要来玩超久没有打德高尔夫，耶、yeah, ，两年嘞、欸，两年了这么久， yeah. 对，将近两年，再差一个月左右，半个月左右，哇，那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啦，对，然后我们没有玩之后有多两张地图，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先玩官方的地图，玩完再玩那个工作坊，就是工作坊的，对，好，拜拜。好，那第一张是那个有一个监狱逃脱的那一款的合作地图。监狱逃脱，没错。然后我们就是哦，一样，我们就是把大家装飞。哦，啊，我们的杆数上限是25杆，好爽，然后每一个洞是3分钟这样。你可以撞24人，没错，瞄准24个，好爽哦，开心。我来当守门人了。我连音乐也是他的音乐，酷哦！撞我，快点！啊！一开始撞我啊！哭啊！还能跳吗？可以跳，可以跳，按左键可以跳，可以跳。啊啊！我不要进去，我不要进去，进去就没得玩了。哎，我飞出去了！看不到了！那个是谁？啊！进去了。杰克是不是被碾了？出错了，卡在那个牌子，撞来撞去。哎，这个游戏的体验好惨哦！新人游戏体验超白痴哦！他进去了！你回到几点？我来！哎，不对！哎呦 ，Oh my god！ 我走了，时间差不多了，我走了。快结束，抱歉哦。我哎，不是，谁帮挤出来的？没有，你撞到杆子啦！你撞杆子，撞太大力了，弄太大力，太大力了，怀疑人生。哇，10杆11杆，好爽！哎，我天哪，我6杆还这么后面哦！你们这前面真的是水鬼，我的天哪！哎呦，我先赶快到对面，可以用了，对不对？对。我走开啦！对，好慢啊！可怜的丫丫，我
我杜绝不能跳啊！不是我在水上没办法动哎、欸。小弟好努力哦。没有，你要等到最旁边之后跳一下，再用跳的。对，不然还会卡。我跳太远了。完了，完了，会不会死在时间到啊？跳啊！小雨往另外一边拉，不不不，另外一边。对啊，就是回头啊。可是不好，你就踩到地板要往回弹。有人在瞄他的左。完蛋，20秒，上不去啊！救命啊！过不去啊！有，我上来了。这个上不去啊！啊，这双模地的设计不良啊！有问题呀！这只鸭，这只鸭鸭好可爱。哎，可以可以可以，小雨，2秒，1秒，这个一秒，这个是一个角度问题，你们角度到了就可以跳上去了。按大力一点，按大力一点，我遇到 bug 了，直接用尽。他把我锁在外面的花丛。啊！然后我怎么打？我全部都是在会回到外面去。我为什么在外面花丛里？那这样就是二十七，直接加27耶！哇！他吹鬼了，吹鬼了！我是吹鬼了。差27根了 ，I don't care。太壮了呢！啊，起来！危险！吹鬼！谢喽！水鬼来！我怎么觉得众人没有任何反应啊？好，水鬼来了！水鬼来了！水鬼来了！大小雨，水鬼来了！别担心，水鬼来了！好多水鬼，赶快跑，赶快跑！水鬼来了！太水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们特别见，水鬼来了！妈，明明七月还没开始，那边怎么？杰瑞你多好，杰瑞你多好，鬼还没看到你，杰瑞。他们都在那边撞人。杰瑞完全在前面。杰瑞多好。前面有人。你怎么回来了？又要回去。我被杰瑞，是杰瑞吗？还是阿旺？是阿旺，阿旺撞的。哎，我怎么躲在那个角落啊？杰瑞，杰瑞小心！杰瑞快走！杰瑞快走！快走！等等等等，艾杰克。哎，我哎呀！我真的，我真的，我一球中两个。这个怎么有躲猫猫模式啊？撞球，我可以啊！对啊，抓到后会换颜色，有没有？哦，我都不累了，笑死我了。还是就是当鬼的人球特别大颗，有没有？我一起点，我也想参与撞球。哎呀，剩下30秒，我刚刚有 miss 哦。哎呦！怎么有水的声音？他们想要一起二十七我也听到水的声音耶！他们想要一起二十七了，好危险，好危险！吸干水鬼已经4位了，来啦，一起来啦！你们上次出水龙会多进去，多一个桌面，多什么近呢？啊，这么近了，多一个桌面，什么 D 吧 ？Window 加 Ctrl 加 D 是 ？Window Ctrl 加 D。芝麻帮我开了新的桌面啦，我找不到我的桌面在哪里。你 Windows 加 Tab 啊，对 Windows 可以看到底下有那个你可以选，可以选桌面。哦哟，我靠呀，他帮我开6个桌面，也太屌了。哦，好猛哦，艺术担当，猛开。我去哪里？哦，哇，赶紧远离你们！在哪里啊？在啊，这是谁？好狠！撞到不太狠了，啊、差一点，全部出去。这是谁？太近了，太狠了！我离洞很近的时候，哎、等一下，阿纪怎么跳出去啊？你为什么自己跳出去啊？我把你打出去了。这个成就全藏在这里了，七点，要好爽哦！脚往旁边撇，水鬼太死了。没有，我这不是，我不想进去。哦，跟你们，我已经怎么那么脆了？拜拜。为什么繁星是米米米音啊？他这个不知道被骂了。我的名字是脏话。我看繁星这边是正常哎。是哦，看他是米米米，我看是米米米耶，米米。嗯，你们都进去了啊？不对，是你们两个，那你们两个，好了啦，一起进来，一起进来。好了好了好了，手牵手，手牵手。哎，不对不对，哎，弹出去了。哇，你好强哦。哦，我快笑死了。出去啦！所以他刚刚飞到哪里去了？场地外。直接飞出去。他跑到场外去了，我边哦，哦，对啊，我想要，啊，力量不够，啊，过头，妈，哎哎，没有，我
我来当水鬼了，各位。哎、欸，我没有哎、欸。啊，撞到椅子。啊啊 啊, 啊！我以为过头了。哎、欸，空啊！我把你推到前面嘞、欸，很好吧？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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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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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波波。月月。波波怎么了？你刷的。哎、欸，好棒哎、欸！我谁鬼啊？想说、啊，好恐怖哦！不是哎、欸，我想加入撞球。好，你没有第一波进去就完蛋了。我在这里、啊，就只会好几杆了。你那边很安全，你要想一下。哎呀，我想要撞人啊！我才能进去。哦，赶快过来，赶快过来，赶快过来！哎呀，还想过来啊？啊！我进去了！哎呀哎呀！先走了，进去了，进去了！啊！瞬间被弹走了 ！No！ 哦，好好笑！不要不要！啊！你以为你躲得起来吗？一开始就垫底，有什么好顾虑的？没事啊，现在第四栋我已经六十几杆了，在怕什么？哇塞！无所畏惧了，无所畏惧了。小雨现在在怕嘞，那你跟第一轮相差了六倍，十一跟六十八。哎，进洞了，进去喽，进去喽！哎，水鬼能打到最后剩下30秒，就来抢。我后面变死杆。哎，拜托！不是，我觉得杰瑞也太专心在玩了吧？我底下刚好被弹进去啊！哎，你知道为了当水鬼，我还特别把这个杆数拉高，原本只有12杆而已。哦，这个在前面了，跳过去板子啦。Now， 哎，我直接跳过来了啊！杰克，在哪里？哦哦哦！不行，这下去会骂脏话哎、欸！现在小雨在我前面呢、啊。对呀、啊。快点，快点！洞口很多肉，洞口很多肉。我要回去。哦，好恐怖哦！弹起来进去。哦。啊！波波，你躲在这。哈哈哈哈哈！小雨。波波来了，波波来了，波波来了，你好了，我打了，哇，又弹下来了，哎呦，杰瑞让我弹一下，我刚才刚好跳过你，皮油皮油，我又不要，他们不想你上去耶，水鬼大队，水鬼大队干了。前面三个水鬼，开出去了。你们应该拖一下杰瑞啊，对不对？杰瑞第一名呢、欸。你们在上面，他还没进洞。啊，下去啦！哎，伯伯你好，刘总撞我。哦，你怎么跑到隔壁餐桌上？好吃，好吃。要走快，要走赶快哦！不是杰瑞在餐桌上，杰瑞在吐司旁边。可以，那边可以飞，那边可以，可以演，好酷哦！我现在不算界外，小番茄哦。对啊，小番茄。怎么？靠汤匙，哇！你与世隔绝，啊，下去了。哇，没救了，我没有救了。有了，你回来了，你回来了。真翻了，真翻了！这时间满干了，满干了，满干了，吸了，满干。没事没事，可以可以可以。我现在是团团的，团团的。好了，没有啊，哈基也是啊，看哈基，看哈基，不要看我。什么？他是 super star。团团团团团。哎，我下去了。为什么没跳起来？怎样飞过去啊？就跳起来啊！快招手跳起来！左键啊，左键跳一下。哦，跳了，他进去了。应该弄掉人的，可恶！捏捏捏捏捏捏，耶！我用跳的跳进。哎，我在洗澡啊。我是跳成就哎，他说请瞄准目标。你就成就哇！看这游戏也很懂嘛，然后知道大家在说什么，你知道吗？我在瞄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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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赶紧走，赶紧走，再把你洗球，洗球，洗球，洗球！
这个重生点根本就是有根本就是闹鬼，没有进的，进去了，哎，没有了，没了，别人了，别人了，怎么？哎，真是的，真是拿你没办法。这局大家好快就进去了，对，真是团团了，团团呐，真是也蛮那个的。我怎么超捷径？这些人，真是有些人不是超捷径吗？为什么你走？你走了？你被烧死啊！被烧死！会烧哦！被烧哎！那边有托盘会转呢。那个会有一个运输的人在送进去烧呢，火化呢。哦，好，火化哇！真是的。阿喵他要烧了，喵他。哇！烧了！烧了！好烧！我想到我今天那个阿汪有给我一个很适合抓进去烧的音效。哈哈哈哈哈！好烦，好烦！我换，我换，哎呦，我换！哎，那我就在这边看好不好？有谁进去，我就帮忙按一下。哈哈哈哈哈！没有到火化场的，把他送进去。救命啊！你怎么跳这么久啊？不是我跳这么久，跳这么久。还是烧啊！烧了，好烦！你飞进去了啦！而且我们几个人都有，不了哎。那我走了。啊，好可惜哦！好可惜哦！我以为可以再把喵他送进去又一次按，又一次，又一次。你音效嘞？不会跳这个哎！有有啊你！啊，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怎么样？我觉得你要不要打歪一点啊？对啊，你不要打那么直，打旁边这样太直了。啊！哎，好哎，好哎！恐龙撞洞。你说谁恐龙？你说谁恐龙？没有，三角龙骨头球球哦哦，左边好像很好玩呢，左边很好玩。哦，还有蒸汽吗？对对对，还有蒸汽耶，好酷哦，这个啊，我要熟了，我要熟了。哎，我想上去，上不去，那感觉很好玩。啊有，感谢。高高离心，哎。高哥，没有人来跟你跑，跳过去。哎，有人冒充了。啊哩哩哩！啊，这哪里？我的妈！哇，小雨是伺机而动，对不对？哎，我怎么不是？哎哎，这是哪里啊？哎，我跑到那个奇怪的洞里嘞。对，你的洞。哎，是哪？在那里啊。他进来了。他进来了。啊！我已经在守门了。垃圾了，我也在守门。垃圾在那边，垃圾在那边。怎么卡在垃圾堆里面？没事没事，那个位置很难撞哎。哇，好大一杆，你们不要撞他。哦耶，难撞不出来。等他先动，等他先动。对，不是不是，要你们撞他，只是帮他而已。你们撞只是帮他而已。我觉得魔鬼，好好笑。我觉得明月的位置很赞呢。我要，你要小心，不要自己滚进去哦。有，我在抓力道。对，我试一下，你好啊！小雨，不要！哎，好，你好啊！试！不错！进来了！你好啊！小团团耶！好会跳，好会跳！啊！停了！谢谢！耶！我感受到大家热情了，耶！哎，没人，团团，耶！直球，团团，直球！耶！别走，团团，你完了！团团，好，拉下来一个土啊！是的，中一个撞人了，耶！我要来撞人了，杰克了，抓六个了。我先到门口等你们啊，好不好？哇！哦，这是什么奇怪角度进去的？这是什么？不能打太大力，会过不去。嗨！他为什么背景音是蟋蟀叫啦？是监狱吗？哦，哪里啊？那个门缝可以钻进去，哎，对，还有门缝啊，门缝啊。啊，不行，这个不能守门，那个守洞口。我要站在这。啊！我最狗咬了，哎，我走了，凹槽的，漏斗型的，
我看到好多掉了，靠！哎，我连这个都过不去，我也是进去了。有人吗？啊，他们进去了。哎，我进来，哎，因为他最后门口那边，漏炮这一关的机制没办法去，一进去进去就过了，这一关没办法搞人，他洞比较大。还有中国狗了，耶！中国狼啊，好吧。中国狗会叫，哎，对吧？我真的假的？哎，会有那个警报声哎。对啊，好晕了，好晕了。这款好可爱，因为这款也要玩很久啊。对。我们这个32对上140这个数字听起来有点哪里怪怪的呢？哎，我准备好了。哪里都太对，杰克，哎，有捷径了，没办法了，开始抓杰克了，杰克进来，哦，你也进了，好吧，那我们走吧，跳进去了，都进去了，那算了，死鬼下班了，死鬼下班了，啊，怎么只有你被撞出去？哈，不是水鬼的，只剩下我跟繁星、跟杰克还有阿婆婆，对，剩三个幸存者。还有婆婆吧，婆婆没有二期啊？没有。我没有二期，我有二期，我没有二期。团团其实也没有啊。我有一次二期啊，所以你就感染了吗？对啊，我已经是感染的人了。感染者，感染者了。没错，我是感染者。可以飞的吗？可以。跳过走了。骗子，你好，哎，没撞到他，哎呦，来啊，撞杰克了，杰克了，好，我在等你，杰克，你在哪里？我不见了，我不见了，哦，你还在后面哦，是吗？没有啊，不见了，哦，柔过来，柔过来，他在原地，他在原地，他也没动，等他，等他。他哦哦，原来你在那里哦！哎，我不要！他缓缓到来，看到他了。他缓缓的来了，飞了，飞了！他到了！哦，他在跳，他在跳！别看他穿这么好，水啦！哎，还没撞到，可恶！杰克感受到被粉丝追杀的感觉。哇，是杰克，好难哦，好难哦！感受到恶意了。哎，别撞到！哎呦，这扭到！哇，杰克了！啊，任务结束！任务结束！哇，悬赏不利的了。给你一个扭，好猛哦！加回！你怎么又出来了？这是我躲过，弹出去了。先偷偷拉一个小的，哦，跟哈基同甘。啊，你两个没有啦，找杰克啦，都该做。没有啊，两个都一起啊，我们人那么多。对啊，我们人这么多，没问题的吧？对啊，问题有点大。安全呐。啊，这个也不好守哎，这个是有凹槽。哇，这个会进去呢？对，这个不好守。有点大。这个不好守，他机关进去了，哎呀，又被关了，他的地啊，这不好守，哎，金砖鹅，杰克进去，放他，喂，杰克，好难哦，哎呀，哎呀，哎，他撞回原地了，跳走了，哎，金砖鹅，你越来越白，对手，喂，哎，我们两个想一样的，可恶，浪费了。我来，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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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杰克来了，还在跳，他两片，再跳，完了，这打不到。完了，你就进去吧。他下来了。天哪！哎，哇！哇！这个位置无敌了。
那个墙上怎么可以站？不行啊！对啊，我怎么可以站？对啊，奇怪了。应该跟 DNF 才对啊。对啊。好啦，哈记了啦。不干我事，我都躲两杆了。不干我事，不干我事。好了，不干我事。好，这个可以守，这是可以守的哦。哪？哪里呀？看到了，看到了。啊，往右边。哇。这个其实很难进诶、欸，对不？这个是不是一人？哎，杰克，杰克，杰克，没有啦，一人谁？音乐，音乐，音乐，听杰克。哈利啦，哈基跑了吗？你在门口，门口，门口。没有啊，没有，把他弹走，把他弹走，把他弹回去，把他弹回去。这边我去这边。防守，防守，防守！哎、欸，那边有一条路，怎么是这样？哎、哈基快点，越狱差你一个了，哈基，杰克，哎、欸，哎呦，哇，好不，还有杰克，还有杰克，不要走，还有杰克，白片，白片，没有，没有要走啊，我没有要走啊，没有走，没有，他到，我不会走的。杰克，你想干嘛？你要跳个角度吗？没有啊，你要跳到上面是不是？他怎么消你这个？他想要，他想要卡里面啊！我进来了，我进来。我好鬼哦！哎哎哎！我觉得我跟小雨的 A 好像是另外一种。哎呦哎呦哎呦！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完了完了！你说没人？我不要二十七，我要。啊！被撞了一下。一定可以二十七的，紧张。可以啦，安琪。可以的。再见了，再见了。我等了，我等了很久，我等了很久，终于让我等到了。来了，杰克，杰克，你被感染了，你被感染了，感染，感染模式，感染模式，他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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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环境，环境，环境，还有包包。没有，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来，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来。哎，我还很久的，一个都别想跑。哎，过去了，他过去了，过去了，打。他一蹭乱就过去了，对啊，这样哎，这个你看，就是拼速度，第一个过去赶快先进去，赶快直接进洞。好，哈基好快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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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旁边，是有机关枪。反进来了，反进来了，你们不要不要都来了。我没有，来跳来跳。哎，不错，这好混乱，哪里好恐怖？是我恐怖了，我怎么进去了？他怎么进去了？他怎么进去了？我被进去了。哎，反正反正主持人知道了，高哥你高哥你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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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了下班了，再见了，下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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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剩三场可以抓人了，对，剩三场，一场一个了，大家抓起来。好，水关鸟酷哦，阿金跑了，阿金跑了，阿金跑了，在哪里？他在哪里？呱呱，被运走，这个会被运走，超烦。他超烦，我被运回终点了，起点白痴。哇，喵，那你直接到，你也是蛮猛的。哎哎哎，好哎，喂过来，好位置，站好位置。哎，哈基准备接过来了，接来了，彪来了，彪来了，不干我的事。他们回去，他们回去了。大家干嘛？好像好像已经好，已上定好啊。哈基好棒哦，我被运回去了。哎，彪彪来了，彪彪来了。不不不不不，哎，好他。啊！进回去了，进回去了，进回去了！我要不要这样？被回去，我被运回来了啦！你这哎呀，过来过来！先跳！我不跳了，我不跳了，我不跳了！哎，停了！进去，进去！被弹走了！回去，回去，回去！好准哦！彪彪好会哦！哎，不是，啊，回去，回去！哎呀！哎，我卡进了！哎，进去了！杰克在哪里？啊，反击好强！一个垃圾在旁边。他进来了，他进来了！哎呀！哎，彪彪！哎，来来！他进来了，进来了！哎，我中了彪彪！你中他进了，你们中他进了！哎！哎，被撞进去，被撞进去了！轻轻撞一下！哎！哎！滑进去了！好
好扯。好了，还有波波，还有波波，还有一个波波，还有波波，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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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去，他下去，他下去，哎，下去，你还要上来，还要上来，不要上去，不要跳，不要跳，不要跳，你不能跳，你不能跳，我们撞到了，有没有失败？还点，还点回去。因为你飞太高了吧？我刚刚撞天花板，你知道吗？他那个水的弹力很高啊，对啊，超高，超高的。啊，抓帅哥！抓了抓，还有两关，还有两关。哦，这个好麻烦哦，天哪！这个撞下来很麻烦哎。这很高哎，哎呦，撞到天花板。嗯，哇，这上不回来了。我自己光爬上去就有困难。好啊，这边守门了，开手。哎。我的！我刚刚以为我可以上去的，说，他去上去了，他去上去了。我先打一下彪彪啊！我掉下去了，哭啊！我掉下去了，我再伤害一下。我不应该去，你去上彪彪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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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不玩这台。哎，我死了！我一直在撞，我看到人就撞。啊！反应这边，我还在滑，我还在滑，我还在滑，白痴啊！不要我顶啊！哎，不是，我打到水管掉下来，怎样？你怎么在上面？怎么没我觉得这关很难进去。这关难了，这关难了。翻在上面，这关不是下去了，下去了，我下去了，我下去了，三回，一起加二十七吧，大家一起二十七，什么？鱼乐，哎哎，水果，哎呀哇，他妈撞进去了！哎哎哎哎，拿起手来，拿起手来，下去！哎呀，啊！上面需要新的守门人，有啊，我上去，我上去，我上去，再吃啊！你还有30秒，加油，加油！30秒，我再盯一下，我再盯一下。啊，我又上来守门了，我又上来守门了，哇！上去了，又下去了。他在中间层，他在中间层。哎，我没撞到，哇！我没撞到繁星。我说繁星完了，打飞机啊！没有，他在上面。Yes！ 上面。繁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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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星！继续。不，好狠哦！好狠哦！一点点。没了，他们是幸存者，包下来，一关一堆水鬼，宝宝，宝宝活得很好哎，对，没有吧，不干我的事吧，他不会一直趁乱呢，不能这样哎，对啊，不能这样，哎，哇，这个沙坦去哪里啊？好远，对啊，这蛮远，这什么？啊！哎、欸、哎、欸、屁的！啊，那个地上很多石头，这个好高哦，这个超高，哎，好远哦，哦，石头可以起飞啊！石头进电，我是不是啊？哦，白痴哦！好，这个上面是可以守的，可以哦，可以哦。啊，不要！不要下去，不要下去！哎、欸、哎、欸，这个位置很棒，哎、欸、哎、欸，这船，这船，哎、欸，不对，这不算哦。他成就到几个啊？超多成就的，五十次啊！他撞了要50次啊！小雨，你看起来很像那个顽皮小孩。哦，下出来了。是阿基，你在跳？怎么在这？啊！哎呦呀！这是 VIP 席呀！我在 VIP 席。小龙的头看久了，好像瓜牛了。去了去了。小雨，等大家。你们怎么跳？我想要站前面一点呢、啊。他们怎么有守门人呢、啊？哎呦，哎呦，把他撞下，把他撞下。哎呦，啊没有，回来了。哎、欸，繁星他在后面，完了。亮。啊！我回来了，下去，下去。哎，谢谢。阿基在上面，阿基上面动。啊！哇！阿基，我阿基怎么在上面？啊！刚刚最后死掉是在那里了，最后死掉在上面呢、欸，好丑、哦！对，谢谢。完了，看来只好到下一张地图了。我还没死哎、欸。对啊，繁星还在，繁星还在，繁星还在，繁星。所以我们现在还待着啊、欸？不是我，繁星跑掉了，上面，上面。哎，白痴！
不进去、欸，我头跳不起来，我跳不起来啊！哎，只剩用光了。耶、欸！还、欸、有、欸欸、我的脸没感染到，只有一个人是两位数。哎、欸欸，你的你杰克，你那个很漂亮，100，100整，100，造白造的时候。这游戏好慢，怪怪的。有没有新道具？有没有新道具？没有，我没有。有的话，他最后会跟你讲有啊。对，如果你有拿到的话。没有。嗯。哦，那我要拿这个。我刚刚一开始就直接飞到终点了。好狠，赶快跑走。哎，要不要离开房间？对不对？不用吧，下面有字定啊。我好不小心按到离开房间，那你再自己进来。再按 Shift Tab。有了。好，好，第二张是海洋。哎呦 ，Under the Sea。Under the Sea。Under the Sea 啊，各位。好，小心喽，在海里抓水鬼喽。听起来蛮恐怖，是不是？一开始就当水鬼比较轻松一点啊？没有错啦，直接加入水鬼，全部。水鬼要怎么玩啊？可是全部都水鬼就不好玩了、啊，就没有人对啊，撞撞撞撞还是有几个人在那边跑、啊。从刚才的赢家啊，赢家开始嘛，当水鬼啊！哦，赢家当水鬼，做你们赢的啊！换我当水鬼了，好，那我就来了。啊，好笑的时候还输给水鬼，是哦。哎、欸，这边这个很那个哎、欸，这个很难守哎、欸。我一干呢、欸？是我头上看起来是粉红色的。我一干，我说不是啊，飞出去了。我是自己的水鬼两杆，我跳进去两杆，自己的水鬼。水鬼怎么进去的？不是汉堡看起来好奇怪，真的不好守啦。他靠近他自己的鬼，前面几关都比较难。嗯、哎，踢了不跑？哎，怎么五杆了？比有比有对吧？他有人在中你吗？没有，他说他是自己的水鬼啊。他被自己的心魔撞到了，他内心有个水鬼。不要偷看，内心有水鬼。闭嘴。怎么有一杆的好强哦？那个就是弹墙壁啊，那就一路弹过去。哦，这也不能让他守啊，还有虎。哎，太远了，不会啦，这也太难，我跳下去了。这些内心都有水鬼的，对啊，想当水鬼都当不了哎、欸，对啊，是不是当水鬼？杰克你怎么两杆了？我哪知道？杰克飞出去哎、欸，你是陪牙塔哎、欸、了，还有进了。我看繁星没有进去、欸。对啊，他我第一杆呢、欸，我看你在玩，我刚是直接空心哎、欸，啊，这个也是，谢谢，有人撞我一下一杆，哎呦，一杆，我是回杆，完蛋了，完了，我们看能这场没水鬼，这场没办法，谁等下如果失误了，就出现了水鬼了，水鬼就来了，水鬼也很不好抓人啊。这个不好弄，看后面的，看后面的钢会不会变水鬼了？你才三杆而已，三杆而已，三杆没事啊。你看，进了，这个的数量还好，还是你说总杆数加起来27的先？我是9杆了，先17的直接先变水鬼，这好玩。这个也这个洞也是一样那个的啦。好佛这张图哦，这个好像不对，为什么我还不够大力？我要给负评，不够大力，这太简单了，不能抓水鬼。爬在上面，我给差评，没体验。You， 哎呀，完了，他怎么两张？哎，怎么跳出去了？图差很多。对啊，差超多嘞。哎，我跳出去了，有撞了一下我屁股，有把水鬼撞出去了。哇，上面有人啊！波波不要跳，你跳了有时候会爆炸。你是很想当水鬼？你要说，我是见垫底了，我是。你是 ？M 四。可以的，哎呦，我没好。有了，没好。有了，没事。进了。我是四杆十五。哎，等下哈气高尔夫撞到隔壁螃蟹会过敏。那波波也会。哦，好晕啊！这个也是一样那个。对呀，一杆太大力了。一杆太强了吧？对，太大力了。这炸弹好佛哦！哎，我说卡在这里。哎，一杆，这滚得好慢哦。两杆，早知道我就会走上面的。杰哥都在等人撞你啊！对啊，在等人。你看有没有跟我一样遭殃的？帮我一下繁星。没有人要帮你。没有。还有人啊！还有人啊！还有人。还有后面还有人。
还有阿旺啊，阿旺，你看到万一阿旺，阿旺杰瑞来了，我是觉得没救了啊，日久见人心啊，好吗？哇，谢了，越来越更远了，更远了，阿旺中手，阿旺中手，阿旺，真的，真的，用力一点，用力一点，大力不够大力，哦，大力要出去吗？对啊，就是要让出去啊。出去还是回到原本的位置。谢谢，哇，你拉一根了，你拉我一根，这样一杆进洞了。汇款的通知，叮叮，感谢杰克董内。哦，这个就比较难嘞。哦，它是一个山丘，这可以守，这可以守哦。这个是吗？不是金色，它上面不是那个吗？啊，上面是一样是那个啊。这个是只要上不去就好了。对。哦，是啦。哎。哇，六瓦梯！哇，这位置尴尬。好难哦。进去喽。我去上厕所。啊，怎么站在这种位置？太绿了吧？到喽。啊？你的颜色好绿哦。对啊。哦，绿到不行！白痴，滑下去，滑下去，没滑下去！谢谢谢谢谢我跟你们滑下去的，有人撞一下，谢谢。完了，我上不去了。不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年轻了，角度再冲啊！调到中间一点呢，先调一下角度，你滑一点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拉个半格就好了。半格，大概2.5了，2.5，2.5，2.5。哦，要上来了！再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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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出去！跳不出去！又再跳！你差两人哦！跳跳跳！我们快要产生水鬼了！哎呦！哎呦！哎呦！啊，这个好远！哎，我被撞出去了！啊！哎，不对，我被卡住哎！对，我被他粘住哎！你们那边被他粘了一下，粘住。对，这么神秘。我想说他喝起来，然后我一推，然后他就直接粘在那个板子上掉下去。我在等来撞我，我只是卡到。救我！对，没有在等人撞我。那我也不要动了。一推人就等人撞。我撞不了你啊，所以结果别人撞到。不是，把撞出来，把撞出来。啊！有还一个，还一个，阿旺来了，阿旺来了。哎哎，算了算了，我自己下去好了。继续，走了走了。因为一堆水鬼变成懒鬼，懒鬼。哈哈哈哈哈！对，我想到，对，我们打高哦，超酷啊！对，超过27的是在哪里？没有波波吗？啊！哇哦！哎、欸，我直接拉大力一点的。哦，对，应该拉大力一点的，我要两杆。哎呦，他那个鱼的杆子，我不三杆。可能他那个鱼的杆子好过分哦。啊，再来就救阿旺，救救我！我不要了，我不要理你了，你自己想法。那就救。啊？追进去啊！追走了。啊？你跳，你喜欢跳哎，不错，多爱跳，跳出去是尴尬。没事，四个水鬼了，那这在船后面哦。哦，应该是，对对对，有一个缝。哦，它那个船中间有一个小缝可以过去。我走了，好，哎，为什么？在哪里呢？哎呦，哎哎哎哎哎，不，我是不是要回去了？好呀好呀好呀，来了来了。好喂好喂。好酷！你好像刺激刺激了，哎哎！哦，刺激刺激，恐怖太大力了！哎哎哎！不要推，不要推挤，不要推挤，这个位置比较尴尬一点啦。谢谢你，哎！进去了，进去喽！你不不打在那种地方，真的是要下去啊，下去！什么地方好讲话？哎哎，你撞波波，为什么？波波撞的，波波撞的，波波撞的。哎，我没跳到哎。阿旺撞走，快点！阿旺撞走，撞过去，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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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到，撞到，快点，撞到，阿旺撞到。啊，没跳到。
哈哈哈哈哈！在干嘛？痛哭呀！没有，没有看到烂炮兵啊！啊，跳不过去。为什么？你小力一点，你小力一点，年轻人。有年轻人。年轻人。下去，下去。年轻人。那个是我旁边有个破图，不舒服。哪一个？哪里？就是那个进洞的那个杆子旁边那个那一圈有个破图。我好像来来回回，很酷哎。左右左右哎。反复横跳哎。我觉得你要不要先拉远一点？你再轻一点点，拉大，轻一点点。哎，可以，这个可以，这可以，这可以。小力一点，不要太大力。或者你大力一点，然后直接又跳过去。五、四、三、三、二、一，啊，水鬼呀！哎，水鬼，水鬼呀！水鬼出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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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喽！小心哦！哦，这也太远了吧？真的，这能摊吗？我靠！好啊，不行，不行，碰到谁白痴哦！我不管啊！这要怎么摊呢？我撞两个人哦！这个距离太近了，摊不太起来。对，拉远一点再摊。对啊，往后拉一点哈。对，哦，过头了。哦，太大力了！不，哦不，摊不到！哎呦，苦，有死人骨头哎，有稀烂骨头，有希望，有希望！算了算了算了，我摊不起，啊不啊！太大力了！我不，喜欢摊摊。嗨，我走了。啊，哎呀，哈哈，摊到了！我摊到，我摊到，好爽，好爽！进了 ，Bucky， 我这太难了。哎，摊不到了。哎，其实他的过程比正常杆都杆筋到了。对啊，对，是，可是我不会上这个斜坡哎。哎呦啊！是往上这样啊？它有个记录点，只要跳过来之前就有记录点嘞。对啊，小雨，我弹到了。为什么？我越弹越多。啊，你越弹越多杆了。哦，太小力了！哦，懂玩哦，懂玩。弹水鬼呀！真水鬼，真水鬼，想弹呐！有人来，杰瑞，重点上来了！哎，没事。啊，这个水鬼位置很好哎。对啊，因为大家被撞出去会往回，然后他会自己在这边。哎。哇！谁可以做事？谁可以做事？太重生还是？啊！我怎么都会在这里啊？不是？哎，对，为什么你重生在这里？对啊，我破了啦！我一个水鬼一大堆，水鬼一次撞超多人呢！一堆水鬼，哇！还有谁啊？五个水鬼了，太多了！来啦，大家一起来吧。我们一起来！完了完了，水鬼来了！哎，好，飞去哪里？哎呦！别撞我，我看到了，团团！撞死你啊！哎呦呀，好恐怖哦！我虽然还不是，我还不是水鬼的样子，但是还是想撞。快跑哦！啊，我这个位置好尴尬。哦，谁啊？没人了。小雨，小雨是水鬼吗？小雨不是，小雨不是啊，不是，所以我要撞他。我还不是，快逃啊！我光上去都是有画面的，哭啊！你就拉出来，跑出来一点啊，推出来一点。嗯，滚轮可以滚吧？嗯，我不想进洞了啦。哇，水鬼偷偷。哎，水鬼大队长。我不小心进洞了，真的，自己已经拉了很多好伙伴。阿王。我卡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阿旺也是水鬼啊，你这个镜头，你这个镜头很难，这在哪里啊？我看一下。哎呀，对啊，我刚才也是卡在这里耶，什么地方？我刚才也是卡在这里，你要往上，就是直接往上推，然后他角度对的话，就把你往上那个卡在上面。虽然我刚才也是卡在一个很奇怪的角度过去。哦，这特技哦！哎呦哎呦，不是阿旺，你可以在那边的好鬼哦，太烂了吧？是的，你好鬼。好鬼哦！有吧？有吧？就这样卡在那个里面哎，卡一半在里面。哎哎，
这关关关想我，我关想要过关就已经够难了。想要怎么水鬼了这关？那一开始是掉到下面来，真的超好笑。掉下去就很尴尬了。掉到下面超难上去的。对，这边就很麻烦。这边就这边真是往中间一点搞事，太大力然后又回去，太大力又回去。就是水鬼大队长三个自己接进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哦这好远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掉下来了为什么有洞哎呦撞到这超远的开场当水鬼开场就当水鬼啊鱼吗哎在鱼中鱼中间呢鱼中间哎鱼打到哎呦！那个鱼，鱼就是水鬼啦。对，这鱼是水鬼。鱼当水鬼，鱼当水鬼，打到谁？这鱼是鬼啊！喂，好难哦。尴尬了。哎，你们有天使，有其他水鬼在哦。水鬼在那边呢，还想上去吗？阿彪，水鬼。哎、这个鱼真的很烦呢、欸！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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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不下来了！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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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我觉得你被干嘛啦，宝宝？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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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继续撞啊！来来来来来！你说我把你撞上去啊？因为我就没有耗干速。啊！谢谢下谢谢下谢谢谢谢！哎、欸，小雨上去了，小雨上去了！啊，我飞过去了，我进去了，我进去了！不是啊，我看到小雨直接穿鱼啊！我想说我要撞他。哎、欸，我直接过去了。不是，快被当水鬼了！不会，放一下大队长 OK 的。团啊，是团团啊！啊，我怎么了？能跟他去？没有啦，我你怎么了？你怎么？对啊，你还不是啊？我进不去啊！鱼倒下死的鱼啊！哦，鱼死了！哈哈哈哈哈！这蛮像鱼的。这鱼啊！进啊进啊进啊进！推下去！碎了碎了！太鬼了啦！耶！鬼加二，一个人啊！几个啊？加二加二，小三个，没事，我想剩三个，幸存者剩三个。对，我操，你没在认真玩的，大。我看一下，我跑哦，很后面嘞，路上有洞。耶，嗨，你好。哎，我怎么跳在这里？白痴哦，我跳上来了。快，水鬼组，赶快过去，需要支援。去了，水鬼组还在过。还在爬，我被藤壶挡住了。藤壶超会弹的哎，是怎样？哇！哈基过去了，哈基过去了，好帅！哈基是同类啊？怎么了？哈基同类，他是同类。哈基，想一下呗，你干什么？进去了，不要！入口处应该会先把甘肃耗掉。哎，水鬼有间谍啦，水鬼中有水鬼啦。水鬼中的水鬼，水鬼中的水鬼，好吧。你好，我打一点。还有喵哈，还有喵哈。来，还喵哈，喵喵喵。我 DC 好定了，我先拔一下 DC。好。哇，好带劲，好老劲，好远哦。喂喂喂，嗨。来了！大队长，这是大队长，这是大队长。他越跳越远了，他要死了。还有一个超远，喵哈超远。我自己就把自己的甘肃弄到快死了，对吧？小雨自己跑进去了，又来了。哎，大队长先，好，你们先是不是？快！什么意思？啊，拿回去了，拿回去了。什么意思？真恐怖，他回来了。拿回去，拿回去。喵狗，他有墙壁。哇！还弹过来！你跳起来！哦哦！被刹车了！哦，怎么这么停住了？我完全看不懂现在的状况，你知道吗？我没在动哎！拉就好，拉就好！哇！哇！好强！大队长，来，大队长！你飞了！大队长！没事没事，该进去了，该进去了。直接用尽了，幸存者又少一个人，又少一个了，又被抓掉一个了，是我们了。隐月跟小雨，隐月跟小雨，隐月跟压力好大。哎，这好远哦，又有鱼哎，这
跳太远了，滑下去了。这又有鱼耶，好好笑、啊。水鬼鱼，对吧、啊？水鬼鱼。小鱼过去了，小鱼过去了。水鬼鱼，快让我走！水鬼鱼啊！欸、大炮哎、欸，怎么有蹦蹦声？有大炮可以玩。哎、欸、哎、欸，那过大炮好像哎、欸、没有没有，还没吧还没吧，还没还没，只是这边很平坦，很容易进。啊，小雨，小雨我来了。啊，这边不好，哎、欸，这边炮要排队，真的炮少，飞出去了。那炮是要排队的，可恶。小雨会在这边重生。哎、欸，妈、啊，我被撞了，没有没有，他会上个地方，我刚去撞他了。哎、啊欸，掉下去了。哎、欸，我卡住了。欸、不是哎、欸欸，不能太大力啊！炮不能太大力冲进去，这个炮哈基想要砍而已。哈基卡住了，哎、哦啊，没事。哎、欸，这个位置是哈基是水鬼，哈基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打一秒了啦，欸、这个炮没有啦。喂，有人来吗？我撞到小鱼人，小鱼人，没有，没有，没有，还没，还没，还没，来来来来，小鱼人呢？对，在这里，下来，下来，下来了。哎，还在跳，还在跳，我再跳一下，我再跳一下，再跳一下，跳一下。雨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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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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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不是我太危险了，太准啦！小雨加油！他怎么可以时间这样子？太过分了！哦，你用虚晃一招，哎，没错，以为我会回去大炮口吗？没有，我还在这里。好恶哦！OK， 进了，各位各位水鬼们，没事，我们有得抓的。哦，还有四关了，压力好大啊！哇，什么？哦，这个好远哦，这超远。啊！弹错了。水鬼鱼中去哪了？去哪了？弹一下，弹一下。哦，想弹。哦，白痴！雨月嗨，你想干嘛？嗨！好难哦，这好难。算了算了，这不好弹，这不好弹。啊！我被推下去了。哇！哇！这地板会那个弹弹弹。我帮你啊，我帮你。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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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 Kiki Ben Kiki， 这个位置可以。我们去得分点见啊！啊，得分点见，得分点见。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守啊，那个。在哪里？这不好守。你可以按 C 看一下。有有，我刚才看。他漏斗的。你是人类，我怎么帮你？这个人，站进去，对，滑进去了。喂，哎呦，这里好大力哦！呀，鱼鱼鱼，你干嘛鱼？好大的鱼，搞他！好大的鱼，好他了是？鱼，鱼弄他！哎，他走了，好不好？小雨过来了，当然呢。还没啦，我还有一段路。来了啦，骗人啦，骗子啊！来了来了，他来了，骗子来了，走他，快走他，快走他，快点，快走他！小雨，哎，闪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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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可能，哎，闪过，闪过，哎，不要，太小力了，再见了各位。啊，进去了，好棒！还给你约，还给你约，还给你约。你约在哪里呀？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要约了，不要约了，在哪里？剩二十秒哦，幸存者剩二十秒哦，要赌气了，过去，过去，过去。啊！下去了，下去了，下去了！僵尸滑，还有十秒，还有十秒！他来，他来，他来，他下去，下去，下去！不是我五秒，五秒，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释放毒气喽！哎，你是零秒进洞哎！加秒，你是零秒进洞哎！好猛哦！危险，危险！啊，失败哦！这两个人怎么可以活这么久啊？好强啊！对啊，好扯哦！啊，不是啊，我就问，我先上去。抱歉，操，被推了。我怎么下水了？小雨，哎，看怎么怎么怎么啊！我不小心，怎么了？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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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完了！下下我先走到你身上，哎，雨月，雨月在起点，后面，后面，后面，杰克后面，我知道，我看到，有，啊，好，我撞到吗？我不知道，我在中间等着，小雨好扯哦，小雨，我这第一时间搞你老婆，哎，雨月过去了，雨月过去了，哎呦，啊，
上面要看一下。有，我盯着呢。哇，你的路线上阿喵，好危险！路上好多水鬼，好怕喵他了啦！哎，你知道我的位置超好嘞，我重生还可以重生在那哎。对啊，算了。哎呀，没有，先不要撞那边，不能往那边撞。哦，我想要把它撞离终点远一点，还多耗几杆。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啊！偷跳，偷跳！啊！哭啊！按到了，我按到了，我按到了！可以了！啊！会长，坐下来，各位来了，吃肉了，各位！啊！我喜欢吃肉，哭啊！我都跑进去了，快进去！等一下，是不是在上面？是在上面？等一下哦。没有，这样子。对啦。啊！被撞下去了。小雨啦。没有啊，哈基八戒。没有，哈基是间谍啦。间谍。对啊。假装同类。对，他是假装的。我没有，我同类，我是同类。我进去了。我小雨啊，好爽啊！进去啊，没有手吗？好爽啊！好，那就哈基了，那就哈基了。那就哈基，不是，跟我比啊！不是，那就哈基。你是幸存者，还分数最高哎！你不是幸存者哎！啊，音乐进去，没事，音乐已经感染了。他已经死了。他已经飞好远哦。他机动可以在那里，他机动卡在那里，你的位置好，你就不要过来，我们卡在洞前面。哎呀，哎，被撞飞了，哎，被人撞进去了，被撞进去了，啊，哎呀，被撞进去了。哎，不是，等等，你们可能要等很久。不用很大的，你先上，就小力一点上。我还在滑，我不能动。滑，好缓慢哦，这个是很滑，你真的好滚。你们跳一下，没有滑不能跳。啊，你完了，下去了，下去。还有时间。可以慢慢来。没事。这压力好大，十几个人在看着我，是不是？不止吧。是啦。观众十个人啊，还有观众。可以放个广告。哎，对，可以偷放个广告。好啊，放个广告。哦。你们放广告会跳一个说要同意放广告那个讯息？没有哎，没有。有，我有，我有。可能也有。没有。零。嗯，现在多了一个放广告，都问你啊，这广告，你要滚了是不是？哎，你要这股吗？没有，有了，好强啊！刚好，最后一关了，小雨，抓不抓？你可以用8.6哎，8.6，两杆跳，好远哦，在哪里啊？这个应该没这没办法跳过去，有墙壁，搞不行。哎，不对，我打到谁啊？你好像打到我是不是啊？没有，我撞到阿旺。对，哇，这很大力，是不是？我知道，他是他鼻孔吗？小雨小力一点，。他眼睛也可以进，他眼睛也可以进。你讲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哎，小雨哦，我进来了，我在挂手。哎，可以，哪里啊？哦，在这边。那可不可以让我停？喂，小雨过去了。什么？我不知道。怎么你讲这句好没说服力哦？你是你讲，我不知道，其实我知道，我是我。哎，眼睛是不是可以跑啊？可以。他离得有点近哦，很危险哦。小雨离得很近。哎呦！哎，越来越近了，没守门员，有守门守到自己滚进去。
哎、欸，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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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没了啊，关卡剩最后了、啊，不玩一下、啊。最后一关了，好吗？好扯、哦，小雨。想知道。哎呀，回来了。我是给人挂机的。挂机。你要再加个二十七吗？没拆，220，两百二十，两百二十。啊，不是啊，怎么有一个水鬼干叔跟我差不多、啊？对啊，那水鬼怎么回事啊？很奇怪、欸。还是先假装当水鬼，没错，没错。然后他就问对方，假都变成假水鬼，假装。而且他、啊、后面几局都是进去的，在那边说：“哎、欸，小雨，小雨，小雨，雨夜，雨夜，雨夜，对啊，对啊。”看来后面都直接硬抓他了，不管他是不是水鬼了。乱喽。啊，那我们再玩，这是工作坊的。哦、oh. 欸，我觉得你可以调那个、欸，不是有一个很机车的随机形状？哦、oh. oh, ，对、欸，我们可以来玩特别的。对啊，随机形状好久没玩。还是你要那个很大颗很大颗，像栗子。还有一个是探险，三角锥那个真的很好。探险，我记得是什么栗子最难掉。没有，就是随机形状。哦、oh, oh. ，我想说要农资源，没有吧？种树啊，全部随机形状。然后它好像有一个是什么派对，是会有什么特别的道具的，要不要玩？哦、oh, ，好像哎、欸，好像有印象有它有加这个，不知道用。用出来是怎样？特别道具？不知道，我看一下。哦，原来它有一个强化道具，我们可以开来看看。不知道是啥？嗯，对，不知道，没有玩过。好，是大家同一一个吗？就是随机的图？它是好像会有一个点会升道具，然后被吃掉。啊，没有，反正没有，我是说球啦，球的类似、哦。球是随机的。是大家都随机，还是大家是随机同一个？应该是我不知道，他就写随机。因为有些人会是星星浆果都不一样啊。我记得好像是都不一样。可是有一次是玩到有一样的哎、欸。他有可以调，是可以调，可以调个别随机或是全部随机。对，那应该是个别随机吧。个别随机是每个人形状不一样。个别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很不公平哦。先讲、啊。因为全部随机是所有人随机到的是一样的，那我们用全部随机。对啊。好。玩一个浆果，那、okay. 边跳不过去，很可怜。浆果跟三角锥都很可怜。浆像是对啊，还一个不是什么，不是有一个两面的，就很平，也是很曲棍球那个，那个还好吧？圆饼的那个曲棍球啊，圆饼状。那我们就开始喽，开始。靠！太好笑了，这游戏。水鬼游戏。他来赌啊。我来看那个风车在转。他这次更新之后不知道什么到，就是玩完一段回来之后都不会有音乐，超奇怪。对，我知道。为了让你平静一下。回到大厅吗？对啊，我们还在，我们又回到大厅。因为我还在看风车，我在看风车。我在看风车哎。我是回来可以练习场这边了。哎、欸，那哎出来了，好，我被踢出来了。好大！哎，我在跑哎、欸，被踢出来。啊！被踢出了。我在里面。你被比赛中踢出。对，我被移除了、啊。会不会是他这张图限定只能几个人？八个？啊、有人数啊？有可能？越好啊，人数吗？我突然音乐好大声、啊，因为我有开进来看这张图是可以开的，可是会不会有上限啊？还是再一次啊？好，再一次看看就。不能调声音。啊，音乐好大。对啊，他音乐会不会有版权啊？不知道，音乐关了。我要把它关了，我觉得有点违。哎呀。那应该直接大家都弃赛应该就可以了。嗯，弃赛，放弃球动，直接按弃赛就好了。有，对，啊，弃赛那就要重加你。按 shift， 对，那我再重开。等那个小雨开完。你，那我们换一张图。好哇、啊。弃赛，进、啊、来喽。哦，可以了，这么快。对。啊，都没有新的道具，好难过、哦。我也没有啊。我也没拿到，我也没有，我也没有，好像今天大家都没拿到哎、欸，对，都没有，都没有，他的几率其实没有那么的容易，还是他变成付费解锁？发过付费，野楼，我先看一下，我先看一下他的那个商城页面吗？经验加倍，好，我再看，经验加倍，那我们就选他现在热门的前几张，看一下啊、哦，yep。这是谁啊？跟我一样绿。他们都没有特地写说人数。团好绿哦。房间是好的吗？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进了，可以了，在里面了。我又要重开游戏，哎，有有有，好，吓死我，吓死我。OK。哎，又重开游戏？没有吗？没有没有没有。定要那个。四五六七八九，好，那杰瑞。压路。很久没看到这游戏，没错。有了五六七八九，试一试。等一下，还没看到团团 ID 哦。耶。你是没在练习模式里面对不对？我在啊，可是我还没有，哎、欸、有啊，我撞得到人嘞、欸，嗯，有了有了，我看到了，哎、欸、有吗？有啦，我看到像没有，这个绿绿的有吗？绿绿的汉堡，你好硬哦！啊，我看我没看到他的汉堡，我的实体还没有降落在这个场地，对，实体，没错，感觉你们的轨迹都好好看哦。我的没有啊，我的就只是蛋而已。我的轨迹是两条的那个而已。这个、啊、跟你一样。可以。是啊，我什么都没有啊，你们不要这样。好，我们就开另外一张。好。风车圈圈。风车转圈圈。转起来。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哦，这次比较快哦。那个就 Big One Playground。Playground, Big One, Big One, 大字。按 T 可以跟玩家聊天，打字吧。打字哦，对啊，对啊，他那个设定还有说可以那个脏话开启或那个低调的上面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哦，这什么？踩到谁啊？踩球？没有没有没有。哦，什么？是那个圣诞球？圣诞球？真正有一颗啦？不是什么？他只是开车斗啦。哦，他头上有一颗，进不去白痴哦，这个好讨厌吧？大家颜色都一样哎，完了。哎，对，大家颜色都一样。对，居然连颜色都一样。他那个球的颜色是一样固定的。对。六看，为什么你卡在洞口？卡在洞口。我都太喜欢你！我看宝宝是在洞里面，然后跳了一下。这什么啊？圆柱体在哪里？这是蛇吗？我弹了一下，好高哦！颜色不一样，白痴！我飞起来了，还有两飞起来了。哎，我飞到其他的洞了，是不是啊？可以这样子哦，其他的洞。哎，我有进哎，我在外面有钻进去。我在外面有进去。还没有做好判铁瑞，随便打一个洞都可以了。进去了啦。那我反正我找一个最近的洞。要我在旁边这样也有算有进哎，好好超夸张的哎！可以可以可以，没有，我们在这个洞啊，我们在。哇！哎呦！阿金，阿金水平一，喵阿也是啊。哇哇哇哦！会刹车，外面，很多人都在外面的那个洞哎、欸，这是什么？圆的、欸，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一般的球。有没有比较近的洞？一般感觉会送回起点哎、欸，头上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啊，为什么繁星上去了？啊，我就上来了、啊。哦，你是这样弹上去的、哦？对。我是被拍出来了吗？对，上面有个很像打弹珠的东西。哦。我看到远方有洞，你怎么跳出去？怎么会？会下去吗？怎么会？哦哦，我差点要过去了，看不出来到底要去哪里啊？往前就对，往前就对。我一哦，两杆。往前，往前。好准哦！真的尴尬了。啊，这个我尴尬了。往前回到起点是怎么回事？往前为什么回到起点？因为你不能往那个滑梯下去，滑梯就是死去了。对，这里对了，要打弹珠这边。对，我要打弹珠，可以按 C 可以飞起来看一下那个位置。但是它不能穿透，很白痴。对，不能穿透。
你后面有一群人等着你救援。救援，救援，懒鬼啦，都卡在那里，懒鬼，没人了，没人了，没人救我们。我看你还有两颗球在外面，我看两颗球在外面。是什么？用橡果，橡果。哦，在中间下面而已。哦，对，橡树果。左右是什么？好好奇啊！橡果，上面。我的天！哎，我卡在……哎，他这个是什么鬼地方啊？我怎么卡在这种鬼地方啊？我怎么出去啊？三角龙很可爱，我好难过。我怎么出去啊？给我出来了，给我出来！谢谢！救命！哎，鱼儿，你滑进去了！鱼儿滑进去了！你看，救命！啊，谢谢！我帮你了，有没有？人很好吗？下次一定帮你，下次一定。鱼儿叫进去，杰洛被画一圈啊！我就轻轻动一下，我就轻轻来。我的一杆是怎样？一杆鬼吧？我撞他了，我撞他。这是什么？就是那个圣诞的那个球球。对，是在背后吗？哪里走啊？这个是不是超远的？好像在右手边呢。洞在右手边吗？找最近的洞玩吗？这是中间啊。只要有洞就可以。中间有一个洞哎。应该没差吧？应该只要有洞就可以。那是快速而已吧。奇怪的发言，我也觉得啊，不是真的，有啊，我三干净了，好扯，有了，好夸张。可以啦，我觉得圣诞彩球算是最好弹的了。你骗我？没有，你至少开场的第一杆是可以弹的。哎、欸，结了，滚去了，怎么了？没有，挡到我的路。没事，我都六杆了。啊路在哪？哎，对对对，滚上去，滚上去，对对对对对对，这边过去，这边过去，看你表现啊！你要直接跳过去也是可以，对对对对对，对我刚是跳过来的。哎，是你的，这才是我们要看的。哎呀，进去，十杆过分了，哦。跑超了，是什么？没有什么东西，怎么扁住了啦？扁扁的那个饼呢？哎，我是哪里？啊，洞在哪？左边有个酷酷的东西，我想过去看看。哦，好像要搭那个木桩过去，是？哇哦，木头那个房子过去，被传到奇怪的地方，哎，好好笑。怎么有人想穿过那个洞啊？哎哎，有人看到，有人看到，有人看到了，这是上一关，对啊，这上一关。我可以玩上一关的路啊，你能懂啊？他懂，没问题吧？有，好狠哦！才回上一关有什么问题吗？我这里是哪里呀？一关有洞就可以了。你们怎么弹过去啊？弹不过去耶！这是阿飘哎！那怎么在上一关啦？太奇怪了吧？他们洞就全部都放在一起，那就没关系吧？好像没关系哈。不够大力玩的，怎么你们都在这一关？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一关的新的洞在哪里。他那个洞在哪里？杰克哦，哎，杰克，你去跳左边的那个。这一关的标准洞要先上到大斜坡上面，然后再进房子那边，再上回去了。哦，在对面，左边有传送门呐，杰克。我直接走。传送门，你啊，你看你身上后面那个有杆子，有没有看到？你们不都在那里吗？我不在那边啊，我是正常路线。刚刚只有我去走传送门啊。对，这里有一坨了，这里在这里。我是在隔壁的啦，我是在隔壁的。隔壁在哪里呀？哪边有杆子？哪边有杆子？三角围起来，还要围起来。哇，这关哪里？哎，这关有那个哎，要上去是不是？还有绿绿的东东，我想要去走绿绿的东东。我想说刚刚有开道具，好像都没看到。我三角原，哎，不要原地打转了。啊，船上！哎，小雨怎么没有把我送过去？我传到奇怪的地方。我去哪了？传到奇怪的地方。脚也太难用了吧！你怎么传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这是哪里？这是哪里？还是要下去哦。重点是杆子在哪里啊？这个我就上不去啊。哎，不是这个上来滑下去哎。我可是这边滑下去就回去而已呢，滑下去就回去了。那虫，哦，要哪里？要给他射啦！要给他射啦！虫到奇怪的地方哎，对，
你说去找虫虫吗？这里，这里，这里，看我这里有个管子，有个水管，有没有看到？在哪里？虫虫的那个炮台旁边都有个水管。哦，打进去吧。啊、可是问题是到这里之后，哦，我看到了啦，这里有杆子。我下不去找杆子，不是前一关的杆子吗？不是，好像穿到其他关卡的，随便是杆子去你去玩这样子。要怎么要怎么打进炮台里面啊？管子有个水管，灰色的，灰色的，它那个很不明显。有一个小小灰色的。三角锥进不了这个东西、啊。我、哦、看到了，你们一定要有人赶快过关，你们一定要赶快过关来看我的这样的位置。我现在看到了，你一直卡在这边。我是被推下来的，被推下来，然后我就出不去了。有你到了，你到了，你到了。哎、欸，滚不进去。不是，这是在哪里啊？太崩。你往前走吧。隐约的好惨、啊。要不要？你看右边小雨那边的位置，你要跳过去吗？跳进哪？我们自己进吧。看不到。二十一杆的。就瞄他吐的那个方向的右前方。哦，我看到了。隐约这边，隐约这边是也可以啊。我这里没办法，我这已经没路啦。啊他这里没有跑过去了，我的头上是刚的，我头上是他们传送点，然后我还没推，我还没动，我就被推下来了。你现在卡在奇怪的地方，对，你好像那个棒球那个球跑到界外，然后卡在那个，完全是完没有动就被推下来，然后就卡在这里了，你尴尬了。好可爱啊！阿旺也是了，我在哪里？这个阿旺爬到十块钱去了，他已经把阿旺射到界外耶！在哪里耶？超好笑的，可能位置很奇怪啊。阿旺重生在炮台里面，然后一直射到界外去。他一直把我打到界外啦！什么玩？界外球，界外球，白痴！我要等看影月等到。结束了，我也只能等到结束了，我动不了。对，雨月也不能动，他会在那边重生哦。他怎么动都会被那个网子挡住，像我甘肃啊。哦，有啦，旁边有那个缝缝，可以重置位置，可以吗？哦，是啊，好像可以回到原点吧。哦，这是什么？圆柱体。不对，怎么弹呢？怎么有人跳那么过去吗？这么远啊！没有没有，他自己弹的，我根本就没有跳。哎，我跳到第一关的杆子，还没跳过去。这也太有路了，太难了吧？那边是哪里呀？哪里呀？过去。哦，那里位置是不是？一开始左边往左走。哦，干！直接进来了呀！身为一个人，你太……原柱体怎么跑进去了？哎，白痴哦！啊，这一关如果是原柱体，绝对没有办法过吧？那个你们怎么太高了？你们怎么过去那边的？上去是飞过去啊！我们从另外一边飞过去。哎，你踩到这个地方了，杰瑞，你的位置好有趣，你的位置也太奇妙了吧？你撞到我在那里啊？你怎么在这里？上帝，抬头看上面呢。哦，好神秘，那不怎么办？这里很不错耶。对啊。哦哟。哎，哦，可以，可以，可以。哦哦，他解散。旁边的乌龟。我来了，各位。我来了，我也来了。大家在上好几关团队了。干你的！龟龟守门人。我快气死我了！啊，杰瑞，你是不是？龟龟，乌龟，乌龟饲料，等下绕一圈，你等下绕一圈。你要绕吗？像乌龟饲料的。乌龟饲料，你说买十块钱的那个吗？有，现在要30块了，龟龟的。哦，三十，太贵了吧？你会不会痛撞你吗？哎，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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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持之以恒，持之以恒。再多一杆，再多一杆。你在累积杆数吗？那想一下，它是圆柱体啊。它是圆柱体啊。我气死了！人杆数最少啊，团团哦。没有啊，小雨啊，小雨啊，小雨有几杆？哦，又回来这个。他五十，五十。哦，不行，太远了。哦哦，有人摊哦。你摊，你摊，哎呀，哇！我也被乱传了。两个杆进洞哎！我刚刚不小心弹往后弹，标准杆，我弹到奇怪的地方。
转正常了。雨月，你怎么又在奇怪的地方？是哪里啊？你怎么在传送门啊？没回来嘞、欸。好笑。雨月又变了。而且我刚刚，我明明就还没进洞，在那边跟我说我已经进了，他预知我会进洞而已，是不是？对啊，我球还过去，你知道吗？你进洞喽。飞呀、啊，飞呀、啊！哎呦，哎咻，剩你了，我来了，来，哎呦呦呦呦呦！我看繁星旁边还有一个，看繁星对啊，哦，看繁星在外面，分灵体，这是什么啊？哎、欸，水鬼鱼，哇，这块好像没得摊了哎、欸。嗯，对，那下面都是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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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哇。哦哟。哦。够高是不是？好像不行哎、欸。这个隐形的路、欸，上面有隐形的路哎、欸。哦，好酷、喔、哦。哎呦，那个桥那边是隐形的路，那一根棒子那边。啊。啊。哦，真的哎、欸，我下来了，怪完，怪完，怪完、欸。上面，对。哎、欸，怎么爆炸了？哎、欸，这是我们刚刚过关的地方。欸、啊，出去！音效好酷哦，太赞了！就还飘。你的形容也蛮酷的。然后这个蛋形，这个蛋很难滚耶。我又被剧透了。他先跟我说，欸、好哎、欸，进了，笑死！我上不去，我被推下来了，不。哎、欸，他记得蛋是宝可梦的蛋呢、欸。哎、欸，对耶，而且你停在旁边呢。救我！你可以等啊。哎、欸，他应该是那个吧？那个耀西吗？大宝耀西，耀西，耀西。救我！救我！还有两个，还有两个，你等一下，你等，另外还有两个。你认什么卡了？杰克，还当温泉蛋呢、欸？杰克，拜拜。杰克去。我还会跳，怒枕哦。哇，杰克就永远要做天鹅。按 R 键吗？按住啊。没有哎、欸，没笑哎、欸。我刚刚也按 R 都没有用哎、欸。阿进下去吧。阿进下去吧。你可以，你刚刚看杰克，你刚刚下去看杰克。我们一起来消杰克，玩大怒神，哇！杰克无限轮回，他卡住了，还有一个放气球洞哎、欸，对啊，得得，我玩放气球洞会怎样？看看，就是二消掉的结果啊，就这一杆直接哦。我以为你不要按错，按到放气关卡，气散你就会不见了。这是啥？三角锥。圆锥上面有门，哎呦，这好狠哦！哎哎哎，不要，上不去，上面有活不去。Oh no！ 有没有觉得直接左转会比较方便一点？耶、yeah, ，我来左边了，过来玩。左边，我们直接左转吧，啊、跳不过去啊！过去，那躺着过去吗？真的哎，好猛、哦！上我上不去。上不去，耶！鬼爪，上不去，赶着圆锥，你们都有点惨，圆锥有点惨的。我说，哎，杰伦，我们是不是死了？杰伦，对，哎，为什么不算？我明明有人左边那边是在玩旋转木马，完蛋了，哈基，快走，这边很危险，哈基，哈基，左边有人在玩旋转木马。阿纪，我等你。你要加入了，阿纪加入，阿纪。这个有洞哎、欸，它其实有洞的、欸。不是，可是我们卡的地方没有洞，我完蛋了。差不多了。阿纪，你是死掉了？滚的，我过头了。为什么会突然爆冲？可以跳，杰德可以跳。靠，我跳不动啊，跳不动。我也没办法跳哎、欸。我跳不动，跳不动。完了，那我们只能卡在这边了。我跳不起来。反制。啊！你是被卡夹住的、哦，好像是耶，我完全不能跳。我跟杰瑞都被夹住。哎呦、啊，我可以跳，你可以跳，你可以跳，我不能跳，我卡住。不是白痴！我终于过来了，我上不去。哎、欸，不要看我。哎、欸，啊！我是杰瑞，你如果不是球的话，你应该是会被推出去。但是你那个三角锥刚好我们推。对你刚好吻合他的那个路轨迹，所以你不会被推走。哎、欸、啊！
我等一下，再等一下，再等一下，还有人，还有人，还有人。不要不要哦！我在外面惊动了啊！我在外面惊动了你，你这是哪里呀、啊？我刚才惊动了两次。你进去了、哦？没有，我没进去，我没进去，我没进去。我在想办法撞你呢。我很撞他，可是他没进去。杰瑞，杰瑞没办法，不下来了。杰瑞这个旋转木马，旋转木马太好玩了，无敌的旋转，哇，无敌了。啊，怎么他又跑来到这一关呢、啊？哦，我刚也是往这边，然后还没进去，没敢去。好玩木马，每天都玩。好玩。这游戏真难，这游戏真好玩。哎、欸，球哎、欸，是球，传送门哎、欸，正常，传送门在哪里啊？我没看到，右边，右边那边啊，蓝紫紫的。哦，晕哦！传送门每次都传，那太远了啦，太远了。然、哦、是男的的一颗球吗？上面这个洞，上面那个平台有个洞。对，在上面那个平台，在那边。请问我在这位置是不是死定了、哎？看不到啦，怎么会知道在哪？看不到你在哪里？哎呦，快去！哎哎哎！杰瑞，有了！哎、欸，哇！这个洞，你怎么卡在那里啊？不要！带我走！他为什么没有杆子啊？不知道，可能杆子走回来了。想骗人？那是进洞了吗？对，进洞了，那个进洞。Tasked， 进洞火车进了，在这边，很效率。自己哪里啊？进洞火车，小雨在游啊！小雨在游泳啊！我从这边看得到哎、欸，哈基看右边，哈基看小雨，看到，你怎么一直掉下去？我想去前面。哦，有了，应该等一下要滑出去了吧？哎呦！哎呦，真是的，真是的！我想说走边边看鬼去，现在完了看看呢、啊，完蛋了，在正中间，完了！宝宝，你要请人帮你了，难受。叫我们停不下啊！啊，哎，多一个了，多一个，当然了，啊，被转出去了，我不是有了，你转出去了，转出去了，你是转出去。啊完了，那个好难哦。不然你们还有一分钟啊，你们还有一分钟、啊。是啦，上不去啊。不要太大力，这个不能太大力。年轻人，哎啊！太小力了啊，被撞了。哎啊！有上去了，太大力了，回去了。太狠了，两格多一点点吧，多两格。有了，哎呦，有了，加油，阿宝宝，加油加油，有人在搞什么事？有水鬼，有水鬼了吗？可以上啊，没有，他小力一点，小力一点。啊！角度错了，角度错了，24秒可以吗？你要26了，你要26了，欢迎回家，主人，欢迎回家，有！哎呦喂，你去了，好耶！最后一次，最后一杆，对，这游戏好可怕，好恐怖，哎，团团，好像很少干呢，我的天，哎，这是我刚刚换一个地方哎。对啊，我们现在是什么？要去哪里星星，我们现在是星星，还滑下来啦！哎，我想要去玩风车，我看能不能去弄风车。我怎么原地弹起来？哎，我原地弹，哎，哭啊！我弹到上一关去了。哦。哎，我感觉比较难呢。不要撞一下了，不要撞！我怎么飞起来了？我要去传送门看看。不是，哦，有，有事，有事，风车。风车感觉很酷，感觉不要进风车，千万不要进风车啊！不要进风车，为什么？左边，可以把你看左边。啊，谢谢你，我走了，我走了，不好意思。不是哎，他进卡住了，真的蛮尴尬的。哎呦，可以飞啊，杰瑞，你还是不能拉吗？
还是不能拉，我也不能跳。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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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可以跳啊。我觉得他今天的比较好笑。看垃圾哈。哎，我弹出来，弹出来，弹出来。哦，没有看到。啊！好，再去一次啦。想说他停下来了，他还没停下来。你是派大星哦。小力一点哎、欸！杰克回到上一关，你怎么回到上一关？哎、欸，你没有看我、啊，我在很奇怪的地方哎、欸，你真的？你怎么卡在这里啊？欸、你好慢哦！哎、欸，你卡太久了吧？不是，还好他不是圆锥或是象果哎、欸，不是，我在往下滚，我在往下滚。好像很丑，不能跳，我一跳我就掉下去。你赶快跳啦，不然你要滑到……哎、欸，你这个时间会来不及、哦。不是他现在动得了吗？你现在不能啊！对啊，不能，那你好像不能，不能啦！哎呀，掉了，掉了！哎哎，你在那里？我这边这边空气比较好。哎，就是你剩一分钟了，因为你喜欢这一关。完蛋！我要完蛋！完了啦！没事啦。小雨，你的左边有马桶哎。对呀、啊，我刚才有看到下去，你要不要冲一下？我在滑、欸，只是很缓慢而已。不，杰克，杰克，哦，杰克，你插住哎！你怎么厉害？你怎么做到的？好狠哦！你是老虎吗？怪怪的。这傻呀！你怎么突然往回弹了一下？哎，对，你变快了，你变快了，快了，你变快了，你还有十五秒可以回到。哦，你停了！哦不！哇！哦！快点！你回到这边了！哎，屁呢？可以这样的？刚好可以这样！临时接到！接到！这关卡真笑死了！超好笑的哎！我的天哪！好有趣哦！当你以为小雨出去的时候，他就哎，回头！一杆！他又卡住了，进入杰瑞的逃逸。有了，光一，Bobo也是。没事，我可以动，我可以动。有人可以撞我一下？没有，没有。用跳跳跳，可以跳吗？你们可以跳吗？我不能。可是他后面还有那个光圈在耶，轨迹在是就没办法了。被扭哎，你被拍出来了，你越拍越远了。哎有哎，我越来越有了。对，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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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快了快快出来了！前面跑出来，别跑出来了！我也快了！有了，出来了！再卡一次，再一次，直接撞边边吧！哎，你很恐怖哎，你很勇哎，你很勇哎！你很勇呢！快点，小雨！小雨，快点给你自己一个得得的音效。得得得是哪个？这个。有了。好，那我给你自己一个这个啊。好。你笑我看一下。哎，就这个时候。哦。隔壁有阿鬼哦，隔壁阿鬼。一杆。阿飘。差一点。我快笑死。全部能先回头看，回头不行，回头不行，回头没有，这也太远了吧？这什么？蛋？我们是蛋，我们是摩羯蛋。哎呦！我怎么跑来到？这是什么鬼地方？嗯？哎，这是哪里？啊，上面哦，这边蛋好多。哎，这滚得上去吗？哎，很难滚哎，这个。嗯。哦，直直的就可以了。直直就可以了，直直往上。不是，可是我们是蛋诶、欸。蛋有时候会偏掉。哎呦！我打到人了啦！哎呦喂！掏加波，我不管。哎、欸，怎么掏加波？啊、这里可以掏加波吗？不是，我是另外一边的。哦。好，你怎么到另一边了？你觉得上面还是下面？没有啊，我们可以试一下。好，我上。试一下。而且我为什么中间？中间是中间。他在右前方啊！右前方，有没有看到那个蓝色的旗子？哦不，哪里？哦，不是这里了。
蓝色旗子我没看到，这好像哦看到了，我要去走其他洞了啊，这里可以啦。什么东西？你是切过去吗？对，切过去也可以。你在哪？切左左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看到，上去就是那里啦。对对对，下去。好了，小雨，我们走去别的赛道。他说：“你直接往那个旗子跳，不要上去。”啊呀！啊！哎哎，这哪里？我不要记着旗子啊！一样一样一样，左边左边左边。哦，没有哎，那就只能这个了。哦，啊，我掉下来了。反正你是不是？贴蛋，对，看起来差一点，差一点，这在哪里啊？蛋好白哦，白蛋，光滑的团团，哎，滚不上去，哎，哎，你这个是小雨，这是下下关的吧？没有，因为我们这边上不去啊，原本地方上不去，没办法回去的地方。你这边，这边可以吗？哪里啊？这好酷哦，这好酷哦。会，哎呦呦，哎呦，前面有一个，好完了，哎，前面前面前面，杆子，他飞出去，哎，小雨，你这个蛋的形状很不好说，哎，前面的宝箱，真的吗？我看一下，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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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很不好，哪里？你怎么怎么怎么做到的？我哪里知道？突然就进去了，我还打正着哎，哎呀，杰克也到那个了，小雨刚刚的位置，可是我也快满了，没事没事，冲过去冲冲，那个从后面冲。然后看运气啊！你怎么往这边？你们的怎么不一样？因为蛋呢？从没有飞出去，最后一杆了。你就拉，然后让它冲出去。哦有有有啊！对，就是完全看运气了。噔噔噔噔，拜拜打满。拜拜。嗯。哎，这关不是再玩一次？好哎，再玩一次。是哎，不啊！嗷！等一下，我怎么弹到这里？这是哪里？哎，这个球是比较不平啊！我怎么跳不过去？好险，你们都跳得过去啊！它比较有颗粒啊，坑坑洼洼的球。它为什么你们跳得过去？哎哎，靠近一点再走啊，会比较好走。决定弹这里。我要去哪里？我不管了。啊？不是。问号，叮咚，我怎么叫叮咚？叮咚，叮咚，他记得看我吗？你在哪里？他听懂了。哦，你怎么在那里位置的？哇靠！我不知道。我怎么在这里？哇哦！哇哦！这是最佳位置寻找员哎！我的天哪！你好勇哦！这是要弹去哪啊？是往上，然后对我过关的那个洞没有。你飞起来之后会往旁边就是飞，哎，可以往左边一点，然后比较容易过去。耶呼！上不去，这样子过不去。我是去右边那一个哎，右边哦，对对对，不，杰克这位置超尴尬的。对啊，那边过得去，可是他没有那个。你要想办法跳左边那个平台，我还可以再冲回去那个加速道。哦，好酷哦！完了，你跟别花怎么在？我觉得你走左边的栅栏，你速度不够吧？因为这个菱角的，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子左，往上滑，往上滑，往上滑，往上往上往上，会冲进去的。拉满，对，不是可以吧？就是要给他吹。给他吹。我刚是在这个杰克的位置过去的，直接是可以过去的。哦，我也是，就拉满往那个角角上。我是跑到右边玩。哎，阿旺就直接站在那。我又要满了，又要满杆了。为什么啊？为什么你的速度比较慢啊？不知道，我已经拉满了。那个哦，有了有了啊！完了，注意了，注意了，抓到了。抓到抓到感觉了，但是没啦，但是没干嘛呢？好啊，抓到鸟了，抓到鸟，我的成就请坐。怎么有个哈气？哈气，这是在哪里啊？前面有一个哈气在滚来滚去，最前面往前冲，有个哦，那么高哦，那么高哦，哦，往前要一路滚下去了。不是一路滚下来，加油！洞超远呢，洞超级无敌世界远呢，感觉是不是没有那些木桶的地方了？要卡在木桶啊！好是
可以停的地方。不是，可是你的蛋不会直的滚下来。哎、欸，我进了，对，我进了啊！我在后面的关卡，好狠哦，太狠了！我、哦、你说那些吗？对。哪里呀、啊？好想去哦！后面有个机动，你看我。哦，真的哎、欸，哦，哎、欸，我怎么传到传送门了？后面比较简单，白痴。哎、欸，是不是？哎、欸，好哎、欸，不是，不要，我不是你要滚回去我好不容易爬那么高、哦。没事，我陪你，我陪你，我陪你。滚下去了。哇，你走到我前面嘞。那个被关在好笑了，哪里呀、啊？我一爬这么高了，不要！你滚下去了不？小丽，哎呀，你还要继续爬？可以的，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别！停！啊，碎啦！有个碗可以接住，有个碗，有个碗啊！有了，接住你了，接住你了。啊，这个碗，完了，好像没有，你们考虑往后了。下地了，我怎么有啊？过头，蛋太难了。你怎么放弃了？你怎么放弃了？我放弃了。跳，我放弃了。多简单啊！好，你剩25秒。放弃挣扎，加入大家吧。要病就加入。放弃了。加油！因为他这样来来回回滚，要很多时间。对啊。十秒。干！是一根原本。又没接住。这个真的是很搞人心态。飞！弯了。错了，他中间走，他中间左右有力，蛋蛋转弯喽，转弯喽，啊，这哦，这个又要进那个里面，打炮了，要打炮了，嗯，哎呦，好大，他过头了，他过头了，哦，这是四方体，为什么出来了？哦，是四方体哦，难怪没办法，然后有人 go pray 呢，有人穿到那个，哎，等下我怎么在这个鬼地方？哇，掉不起来。哎、欸，我完蛋了！我也坏掉了，我动不了。过关很好，有个好笑的。我跟繁星，哎、欸，我好了。我狂动哎、欸，我也狂抖，你可以撞我一下吗？我会感恩你。我撞你！我怎么？我怎么在？你我为什么在那个赛道里啦？在抖动不对，你又在抖了，对不对？还有人吗？不是，我们两个是完全不能拉杆跟跳，然后狂抖。是谁啊？哈基尔？真假的？我那顺吗？好像可以。哎、欸，我还又又撞不到，然后一个啊，谢谢，我撞你，我撞，所以大家下来，哦，有了，终于出来了，出来了，没有，你去前面，如果你差一点，我撞你，哭了，感谢你的恩情，撞他，啊，我越来越掉下去，你撞阿旺，你撞阿旺，你撞阿旺，我操，好笑。好可怜哦！哎、欸，好，你跳出来，好可怜哦！哎、欸，哇，掉下来了！他揣摩哎、欸，你是不是在抖？哎、欸，你要对，我没，你是不是在抖？你是不是在抖？完了，跟我们刚一样啊！那你狂按左键，狂按，他有时候会解除。啊！完了，你要回去了。你要回去抖了。没有，我也在抖了。有！他没了，结束。笑死！太白了。好笑。哦。啊，结果这个没有水果，我们打起来差不多嘛。太难，本身太恶，自己就是水鬼了。
他那个变形是真水果哎、欸，对啊，所以他有些设计是真的是比较难啊。嗯，有些像那个三角锥要爬那个铺子是爬太难了，那个旋转木马才好笑，好不好？哎呀，哦，旋转木马也是，我天哪！哎、欸，每天都玩，哎、欸，好玩游戏，每天都玩，太好玩了吧？每天都玩，哎、欸，结果我开道具好像没有出现，对，他好像只有传送门而已啊。对啊，只有传送门，可惜。还想说看看他有什么特别的道具。哎呀，啊，好，那大家差不多了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小朋友们？哎呀，好啦，那就今天就差不多了，今天提早下班，今天提早下班喽。太累了，笑太累了，笑到都流汗了，真的是打撞球。看到鸡都打出来了，没错。好了，谢谢你，秀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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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好啦，感谢各位收看啦。那明天会跟米娅，然后谁？陈米。跟番茄啊，我不知道他何德何能跑去跟番茄跟那个陈米说，然后陈米今天就跑来问我说啊，繁星上次推的游戏到现在都还没有一起玩过，我本来想说让他去跟其他 V 联动玩的游戏，结果他好像就跑来找我，我说好，他不然就约明天，反正是有想找麻子嘛，可是麻子给我看了一下行程表，他明天有事，然后就跑去问米娅。听你解释，来，我听你解释，来，我要听到色维的解释。哎、欸，你说，哎、欸，然后我俄罗斯方块超烂的了、欸，哎，今天下午跟他们练习的时候，我险胜哎、欸，不是两个都很强，是我们大家都很烂。我只把你想他的片段给他，嘿，啊，然后怎么就突然找你玩了？啊，这部应该会剪小精华吧，小短剧就好。提到那款游戏，然后嘞，然后你就说好啊，可以找繁星嘛。哎，我魔物猎人，找时间再开啦，我现在还没捏脚。欸、今天 HTT 本来说要送给我，就说我已经买了，笑死！好啦，就这样。最近，我其实作息是正常，可是中午下午的时候真的是没电脑碰，太无聊了，就跑去休息睡觉。那睡一下不得了了，起不来，躺下去起不来呢，好恐怖。好啦，那大家晚安咯，拜拜拜拜。关关啤酒在河州，要挑淑女君子好球。